现在进行裁判员回避。 男子篮棍，一号上场，二号准备。 一号最后得分8.82，一号运动员湖北队赵超，动作质量分4.70分，演练水平分2.42分，难度分1.70分，最后得分8.82分。 3号准备。
最后得分9.47。二号运动员，广东队吴才宝。